我是被救了吗？醒了。先生，是您救了我吗？谢谢。请问这是哪里？厂里。先生，我们要不要加固一下大门？那个深处。不要，他不敢。先生，怎么称呼你？我叫玛格丽莎。你说什么？玛莎？玛莎？是玛格丽莎。玛莎？玛莎，你还敢回来？你这个狠心的女人！醒醒！醒醒！鬼叫什么？那，你的鞋子。注意你一路，你跑的是真的快，叫你别跑别跑，还跑，快晕过去了你。我的。给你折一晚上。鞋。醒了就好，自己拿着吧。所以，那是梦吗？谢谢。君と夏の終わり将来の夢大きな希望吕儿，以后不准再吓唬小姑娘了。